姓文化一直延传到今天。贞观之治的唐朝在姓文化上最具代表性。这一时期有着相对开放的性观念和性自由。唐代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属开放型社会。其开放特点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外交关系等方面，而且反映在民间礼俗和婚姻制度上。当时女性地位较高，贞洁观念淡漠，使唐人婚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特点。正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代的唐朝，在性以及其他方面的控制更为宽松。唐代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的顶峰，它文化发展顶峰，直到现在唐代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世界性的。在唐代新文化也是最开放的，他们开放的程度呢，我觉得大概可以学习个历史吧。在汉代呢，男女的交往是比较自由的，这个不像后代那样，特别太强调男女出处不清啊什么了。在唐代不是这种情况，唐代有很多爱情传说、爱情的故事。在唐代呢，这个妇女心中比较自由，而且留下了很多画、很多陶俑，就是叫唐女骑马俑，就是女性的骑马成群的到郊外去玩，在后世是很少见这样现象的。这个在后世呢，直到现在，甚至还把一个离婚再嫁看成是不太光彩的事情。中国有些古话，离婚误好人，好人不离婚。在唐代呢，把这个离婚再嫁看成是比较平常，没有什么非议。整个一个唐代历史记载，有23位公主都曾经离婚再嫁，有的甚至一嫁再嫁。我们现在有很多电影反映唐代，刚开始放的时候，有人觉得怎么这个电影上把妇女的服装搞得那么露啊，就低胸装。对，实际上呢，那个这个电影表现不够，唐代妇女那个可能像一个低胸装低的比在电影上还要低。他们时尚这种东西，不是说像后世那样，女人的肌肤啊、皮肤啊就不能给男人看到啊。甚至在唐代某些地区，比如像敦煌这些地区，还有的场合还盛行女性的半裸装。所以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在唐代还有很多性科学的一些东西，以性学古籍一些关于性的一些处方。都保留得很好。唐代有一段相当长的太平盛世，生产力发展较快，人口增长较多，整个社会比较富裕。在人们衣食足、生活稳定的情况下，必然会较多的追求生活中的享受与快乐，包括性的欢乐。这是人们固有的需求层次的递升与变化。古人说，饱暖思淫欲，如果我们把淫欲理解为爱情与性，那么这句话是个真理。饱暖是人的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一般说来，当这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人们较少地去追求爱情、性、自尊、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要。生活富裕了，才会更强烈地去追求其他。在唐代的宫廷中，后妃宫女都不回避外臣，不拘礼节。例如史记记载，韦皇后与武三思同坐玉床玩两路游戏，唐中宗就在旁边观看指点。又如唐玄宗的宠臣江娇常与后妃连榻宴饮，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同时戏闹，甚至通宵不出。宦官们更时常出入内外，往来宫业，结交朝臣外官，这些在当时
并未被斥之为淫乱。新唐书中记载了一则唐太宗给其妹夫上性教育课的趣事，丹阳公主下嫁薛万彻，万彻纯慎，公主羞，不与同席者数月，太宗闻笑焉，未置酒，其招他婿与万彻从容语，卧驾独所佩刀，阳不胜，随解刺之，主喜，命同宰以归。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唐太宗的妹妹丹阳公主下嫁给薛万彻后，因为薛在房事方面比较愚钝，公主以之为耻，很不高兴，几个月不和他同床。太宗听说后就办了一桌酒宴，把其他几个妹夫都招过来，给他们仔细地把房事的要领讲解了一遍，并且用自己的佩剑做赌注，如果薛回去后还是不懂行房事，就把佩剑赐给丹阳公主。公主高兴地和薛一同乘车回去了。值得一提的是，史书记载唐太宗有19个姊妹，仅一人早夭，余皆名花有主。也就是说，驸马爷如果全来的话，当有18位之多，可见这堂生理卫生课规模不小。如此大的场面进行性教育，况且是由皇帝亲自讲授，又为史书记载，足见当时性观念的开放和人们对性知识所持的健康开明的态度。唐代女子的贞操观念完全不像宋代以后要求那么严酷，社会上对这方面的要求相当宽松，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性生活的自由度相当大。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首先表现在青年男女择偶相对自由和对美满婚姻的大胆追求上。唐律互婚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这条规定从法律上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择配开了绿灯。唐代的婚姻缔结主要还是媒妁婚，要遵从父母之命，但是未婚男女私结情好的事较多，这表达出唐代人对爱情和性追求的勇敢和大胆，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对人性自由发展的向往。唐代民间妇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是比较常见的。